大理石馆，听说您当年环球旅行，还靠卖身，还靠卖唱，卖身，你知道你是不是卖唱为生来着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没唱就咋了？就卖改碟子。有了不起的，瞎嘚瑟！别瞎嘚瑟，这不是东北戏。鬼掰啥？什么？鬼掰手用手掰的掰茶是茶水的茶。鬼掰啥？鬼掰啥啊？鬼掰啥？鬼掰啥？然后弹幕就传嘉兴河南的。别装低调了。哦，我可羡慕吉赛尔人的吉赛尔神吉普赛啊，生活方式超级赛亚神吗？